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研究院的现场。你现在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川普会不会离开白宫？因为媒体看川普的推，我赢了，我赢了，我又赢了。李鸿清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川普怎么老是说他赢了？我都弄糊涂了，他赢了什么？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诉讼嘛。很多的诉讼呢，在有不少的这个诉讼呢，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迹象啊，抓着一些事实，但是呢，现在呢，比如像这个宾州啊，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把这个邮寄的这个选票的承包款扔掉了，然后呢，这个邮递员被找到了，然后像这些，确实呢，现在呢，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问题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出来。而且呢，他的竞选团队呢，现在应该是十几个诉讼吧，在十几个州需要这个几十个二十五个诉讼、对，所以呢，这么多的诉讼呢，这个一个接着一个呢，现在呢都在往一个接着一个都输了，李鸿清先生没有，他现在还有没有完全都输，所以现在这事你得有一点，现在川普总统呢，应该是呢，就是他呢还是一个，他是一个很亢奋的一个老头嘛。所以呢，他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呢，一个呢，就是在他过去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生涯当中，应该说，川普总统呢一直是非常的高调，他人生就是一个高调的人生嘛。对，他一直是破产、破产、破产、破产，继续破产。但是如果这点我倒不同意，我对这点我绝对不同意。破产，不，现在是什么呀？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哈，就跟我那时候我原来就讲过，我说别人说呢，说川普总统呢。这个一年呢才交750块钱的这个税，那问我，那我说对啊，那我也觉得挺 upside 的，对吧？你像我才挣多少钱呢？因为我一年交好几万块钱的税，对吧？结果呢，他才交750，对。但是呢，你当时觉得这样，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你看我原来我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做嘛，我们也。到了税季我们要帮不是您的情况啊，跟川普总统有非常大的不同。川普总统不是交750块钱的问题，交75块的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涉及到长期的税务欺诈，长期的税务欺诈。不，这点我也完全不同意。啊，不，确实没有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啊，川普总统的税务欺诈有退税的，我不是说他已经是啊，我是讲谁写啊，谁写的税务欺诈是跟国税局漫长的纠缠，他之所以不能把税务表公布出来，就是因为税务局跟他在战斗啊。那我倒是不是从你这个角度看啊，我一直这么看，他呢，在这个你像让我们在这做税的时候哈、啊，我们到税季的时候，每年的这个4月15号之前。从一月开始一直到4月15号之前，那经常是要加班的，在办公室里头。那你想，这个人家那个这个纳税人呢，请我们来帮着报税，甭管是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那拿到我们手里来，人家为什么要花几百块钱一个小时请你呢？对吧？那肯定是你得想一些办法帮他节省税，节省税。那怎么办呢？就所有的税法，美国的税法非常复杂，你如果要是就是印出来几千页的税法。它非常复杂，而且呢是新的税法呢会把前头的税法呢给 cover 了，但是 cover 了以后呢，有些地方又没有 cover 住，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出来说哪个地方没有 cover 住的哈，哎，我们用这个办法呢去帮他帮我们的客户呢节约税，像创了这么大的公司，他我相信他第一他一定会有一个 VP 是专门做税务设计，另外一个他一定会有一套班子是专门帮他进行税务设计。整个的就是他怎么去设计，他比如我今年我有了1亿的这个纯收入，我这1亿的纯收入我又不想交税，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把这个税呢，比如说我去用这个收入我去买一个亏损的企业，然后呢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就把我的这个税后的利润部分全部 offset 掉了，所以呢这个叫什么？这叫报税的战略。不是，但是呢，恒清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个人所得税啊，就你自己就是用于自己生活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的，你交什么那些什么税不是一回事。川普总统在被问到这个时候，他就拿公司说我交了，比如员工啊 W2 那些税的话，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他每次还能谈这个事儿。对，你听我说啊，这个如果假如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你过的水平是个亿万富翁的水平，结果你交的所得税
是比恒星是也是恒星的十分之一吧，或者是这个才交这么的话，那你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他要报这个 loss 的话，当然你可以报了，但是这个报的话，实际上这个结果就是还没有出来。其实我的质疑在这儿，因为我问过几个人，他们全是被川普总统那个思路，他说我交了很多税，我当然相信你公司在运作 W2 这些你都得交的，对吧？但是那是公司税。那么你信川普总统过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只有几百块钱税收的一年的？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了吧？不不不，这一点也不能混为一谈。不不不，因为什么呢？刚才你说，你川普总统，恒星，你听我说啊，就是说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反映了你对国家、对社会的一个义务贡献。这个是可以，不是这个不光是还有个义务，这是义务，因为什么呢？你享受着警察的保护，国家给你提供的各种便利，包括法庭啊等等这些给你提供的保护。那么就是说这个纳税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就是你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避税的几个东西，但是呢，避税避多少，怎么避这件事情，还是说在一个就是无休止的官司中去寻求避税呢，还是一个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比如人家税务一审查，哎，你这个就是可以避税。你知道多数的企业家避税啊，都是说拿了税务局一看没什么话说，这就是可以避税的。但是呢，像还有一些呢，他就是打官司打官司打官司。我觉得呢，这个在从这点上来说，其实你可以这么做，就像你就就像你可以兴讼一样，美国就是反正你就上法庭吧，没不是说有理可以上法庭，没理也可以上法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这个数额反映了你的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别的道理啊，就你说多少税法我都相信，甚至他再打一打国家倒给钱都可以啊，这都有可能。关键还是这个意思，恒星你不行吗？你可能也可以。我当然可以了。对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什么呢，在这个你说你活在这个国家里头，你跟国家的一个基本关系和这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说的呢，我觉得和平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为什么呢？未经法庭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能这样，不能就这么做一个定论。但是呢，这个你去就是说一昧的说两百多块钱去 cover 他所享受的这个生活，享受的美国给他的保护，对吧？警察川普大厦有多少，你说咱们就说纽约市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警察同等保护的，那就是说有企业有财产的人，他对这个安全越敏感的人，他实际上享受保护越多，那就有一个你应该提供多少支持的问题。他不是公司税，也不是什么 W2 这些税。我相信创总说的都对，只要这公司在运作，公司就是亏损，不过是所得税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好多税他是必须得交的。是，但是金涛有一点啊，我觉得呢是重要的是，我同意你刚才这个认识哈。实际上呢，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不把这个，他不愿意把税拿出来？其实是可以拿出来，但为什么呢？他找的理由是说，我现在在跟 IS 一直在打，一直在审计，一直在审计，而且呢，原来有一个 lawsuit。不是，但是转移话题了。没有没有，他现在啊，重要的，你让我把这话说完哈，听到。重要的是，这个现在我们 question 这个 Trump 总统这段时间，实际上他为什么不愿意拿出来？实际上是税表不好看。我没有对，是因为税表不好看。嗯，真正的是什么？我已经反复查过，其实美国总统真的没有义务非要把税表拿出来，在这个没有没有公众没有这个义务，没有，这我知道。我现在讲的不是法律，我讲的也不是避税，我都相信你说得到最后。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我就在讲说，一个人其实他交多少所得税是跟他在这个国家里头，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运作是要费用的。实际上，一个 homeless 享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保护和服务的话，政府的服务是和一个这个大企业家是不一样的，对吧？当然你说企业本身那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富豪，你要生活，你生活的地方对社区安全等等这些要求，那是有，那是就是那是政府要提供保护的。还有你要有的官司的时候，法庭开这些费用都是从政府这个费用里来。所以从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说这里头我不讲说的，比如说像那个谁说什么的犯罪，这些都不要说。其实美国的主流媒体也没这么说，而且他说合理避税也没有 challenge， 没人 challenge。大家就在讲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就立志于服务公共事业的人来说，两百多块钱的所得税是真是假的？我认为跟他你不需要讲了，您的意思我已经非常明白。
不是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是要有功德，就是我们从功德的讲来讲，先不是讨论他，我们讲的是川普总统未来面临的是税务欺诈的刑事和民事追究，那么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再整法院的审判啊，而不是他不是简单的说像这个黄清先生说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税务的规划，然后我们有很好的税务的律师，尤其在税务里的律师我见过的都是非常专业非常聪明的一些人，只要在美国法律范围之内你能够进行法律调配不是问题，但是川普总统不是这个问题，川普总统不是一个他个人交不交多少税的问题，而是他涉嫌税务欺诈，但是咱们先不去管这个问题了。好，这里就是现在就是三个说法了，就一个说法就是恒星先生说呢，川普总统既只要是合法的，那就是那当然没问题。那当然了，但是呢，不，这个谁呢？这个和平先生就说呢，川普总统实际上这些东西呢，他就是涉嫌违法。那我的意思说呢，即使合法，我觉得这个我不去 question 他，因为现在我没有证据 question 的。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因为我们所得税实际上是跟你生活，是跟你享受多大生活，跟这个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这个所得税的话，如果这么少，那么你其实一个中等，你太道德化了，不是道德化。这是美国一般公民啊，你知道公民的意识和公民的这个觉悟呀，不完全是靠法律在规范，它确实有共和国的一些美，就是对于共和国公民的美德，没有这个东西，如果都是法律的话，那进去他们不就发大财了，那不行的，而且他们经常对吧，那不能这样，现在他们已经不让我们专业人士发财，对呀、啊，你看恒星辛辛苦苦在这审计了半天，结果都要进去他们把钱给发了OK， 我问一下，请教一下罗兰先生呢、啊？罗兰先生，你认为川普总统老是说赢了赢了，你认为在这个1月20号之前，他有多大的可能性翻盘？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翻盘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我上次跟小平一块儿做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假设是1/4的概率。他问我怎么来的，我当时没有讲，我现在是讲，我的意思是小于一半的一半。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川普总统他手上拿的证据不是很充分，就我个人以我的观察来说啊，他提供的证据不是非常充分，也不是非常的有说服力，这是我的观察。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是很高调的一个人，他不停的在讲他赢了赢了，而且不停的在讲我们在什么地方打官司，我们在采取什么样的法律行动。我觉得这其中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川普总统在法律途径上面进展的并不顺利。因为如果打官司，假如说非常顺利、非常有把握的话，他不会再去，不需要再在公众场合去讲这个话啊。比如上一次在华盛顿的这个很多几十万人或者十几万人或者几万人的游行，那么这个活动我觉得也不应该去开展。你现在唯一的取胜的可能性，就是在联邦法院和在各州法院的诉讼的进行的顺利与否。那么胜利的关键在于你手上有没有关于选举不公平现象的真正的切实可以拿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关键。如果你手上没有这个非常扎实的证据，那么这个法律诉讼的救济途径可能并不会非常的顺利。那么说如果说一边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要赢了，一方面又在进行法律途径的这种救济的话，我觉得只能表明了一点，就是在法律方面进展的是有所困难的。同时我想罗兰先生，你就是我的新闻同行人。没有，我们首先承认事实啊，观点在其次啊。我不同意罗兰先生这个判断。你不同意？对，我不同意。就说我想讲一下呢，就是朱利安尼先生呢，我在几次说呢，朱利安尼先生根本不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个法律人，他有点像江湖人士。就说他的本意啊，不在于在司法上打赢，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清楚，而且他一上庭那个案子那么多被当掉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纽约的，像这个检察官他做这些实际上他是清楚的。所有的这些包括那些律师楼为什么当时先接受川普总统的就帮他起诉，后来为什么退出呢？因为在起诉他们说我们会把证据补上来，等到开庭的时候法官要问说证据没有的时候，
那些律师就说那没有证据呢，没有足够证据我们就退出。就像后来朱利安尼他亲自去做律师上庭的时候，法官说你举这几个例子这不是一个整个选举过程的一个欺诈和作弊问题，而是几个案例的问题，不足以证明这个。所以我觉得朱利安尼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打一个组合拳，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大选结果的最终确认首先是普选票，接着就各州议会呢按照普选票的结果把这个胜选的这一方的选举人给他完成一个手续，然后州长签字送到众议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再给他通过了之后，然后在这个选举委员会再发布。那么按这个程序上说呢，实际上一开始时候呢，美国一些最有判断就很有影响力的记者说，如果要在一些州出现的这个差情很小的时候呢，实际上川普总统可以打组合拳。司法诉讼实际上是在动员啊，他在法庭上不断的对对方提出指控，说你们在搞虚假的，因为对多数老百姓来说，让他看不懂法庭上的这些事情。那么说这是一个虚假的，然后呢，在街上抗议，发动街头抗议，然后呢，在那些比较这个弱小的，就是比如这个比分差的很小的州，议会是在共和党控制，他就可以宣布说，哦，这个结果实际上是被偷盗的，这个选举是被欺诈的。让这个他们这个议会呢，就通过一些就选派这个选举人呢，实际上不是根据就是形式上普选票，因为他那个普选票通过作弊啊。你可以看出整个诉讼啊，从要求停止计票，因为那时候开始没计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结果对川普总统有利，到这个结果翻盘就开始要调查欺诈票，现在要调查机器欺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证明一点，向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证明一点。这次选举呢是充满了欺诈，是不公平的，然后他们上街。现在呢他有没有效果？效果很大。在选举刚完的两天做的民调中 ,89% 的人认为这个结果就应当结束了。但是呢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民调就是 70% 的共和党党员认为这个选举是有问题的，结果是不公正的。现在已经今天我再看是 77% 的共和党党员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认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再加上街头上一些活动中呢，这时候一些州议会，像你可以看出昨天说已经放话说川普总统要求密西根的这个共和党的那些州议会的议员去到他的这个白宫去，如果他们不被输出，那么你知道马上面临上的州长不签字，你突了我州长不签字，这时候就等于晾在那时候，如果假如说美国的现在法律规定，如果要是这个选举人如果派不出来的话，那么这就要众院和参院表决，参院表决副总统，众院表决总统，众院表决、这个你听我说呀，这个郑道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对、okay、众院表决总统呢，是因为呢，现在呢，共和党占着这个，就因为他按州表决，那共和党的州多嘛。这样的话，而参院肯定就是共和党。这个事情就跟川普总统打官司一样的，可能性是多少？您知道吗？这个可能性是零，没有零，零。我在讲的是呢、假如不是、共和党的任何州的议员违背选民的意志，按照宪法上的另外一个空间来擅自投票的话，这个州的结果是共和党就玩完了。不，这个这样一种结果就会产生宪政危机。所以这个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在政治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任何操作性，就像官司一样的，官司需要的是政治。你现在官司全部输掉。没有对吧，没有可能性。你现在不知道这个呢，他在调动心理上的时候呢，实际上只要共和党这边调动心理，就是要募捐。他只要把共和党调动心理是为他下台做准备。这是一个事实的核准问题了啊。我认为呢，川普总统他真的相信他自己这个说法。为什么呢？邮寄投票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一个邮寄投票，还有包括他对伊朗，这都是一上台他就讲的事儿。邮寄投票，他不是说他输了之后才讲邮寄投票，他一开始就怀疑。所以其实共和党那些律师我也不认为，因为他一开始就想造假，一开始就不想承认选举。不是，他不邮寄投票是在美国行使了100多周年。你听我说，他不承认是因为他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就是这种他的咱们不，你不能说真的不相信就不相信就是嘛，你是要相信事实啊。你听我说，就像刚才鲁南先生一样的，你美国总统任何人都有权利打官司，但是你打官司都有证据。你刚才讲的是要毁掉选民的信任，我同意，直接由州议会投票，那门都没有。今天现在白宫此时此刻我们谈节目的时候，那些议员们就是在川普总统的这个白宫，我不认为他们我现在跟你讲说，不是，
这个和平呢、啊、咱们再说，咱们再对鲁战先生说说，我不是讲吗，川普总统是寄希望于这个，你说最后结果是什么，这是另一个判断啊。我在讲的说川普总统的希望为什么他不是像我说我不同意鲁战先生说，不同意鲁战先生说川普总统是根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还在那瞎做瞎耽误功夫。我是说他就是相信他要想找办法，他逼着他不是相信我们讲的，不客气的讲，未来将会证明川普总统只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但是我今天不说，我今天只想再好讨论一个问题。我也知道李洪基先生、嗯、您认为啊，川普什么时候离开白宫，还是他就不离开了？哦，不会不离开，不会不离开，不会不离开、这个、我就很欣赏这种态度，因为这就是共和党人应有的尊严，对吧？你选举结束了以后、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就是这么认为。川普总统不是共和党人呢、啊。啊，是吧？他是民主党。他不是，他是，其实这次选举就是川普主义和反川普主义的斗争。不是在共和党、哎、不是民主党。专到这个搞政治学，什么川普主义啊。不对不对，我要跟你讲啊，这个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我对外主张自由贸易，川普总统实际上在某种上是个重商主义的一个贸易的这个对外。对，但是他是那么在国内呢，他是共和党，他是共和党推出来的候选人呐。对呀、啊，所以但是共和党的多数的，我相信多数人认为共和党被他绑架了，他会这么去想。不，但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还是共和党，他还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和共和党会支持的总统。因为你看，那几个摇摆州吧。那几个摇摆州之所以从蓝变红，不就是因为传统投民主党的劳工票投了川普总统？哎，真的，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话题，我请教您一下，你认为川普总统会不会离开白宫？我觉得川普总统不会，不愿意离开白宫。谁也不愿意、啊，我也不愿意离开白宫啊！这废话吗？不对，不对，就说呢，我跟你讲吧，以前的总统啊，如果他真的输掉之后呢，他心里头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是我说。唯有就是说他意愿上还是应该做一个决定离开白宫，我觉得川普总统到最后他也不会做这个决定离开白宫，他会有一个理由，就最后就是哪怕他是自己走出去的，还是被比如被别人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说 remove 了，被搬走的，但是呢我觉得川普总统到最后也不会承认他失败，他到最后也会认为这是作弊，而且我觉得他心里相信是失败，是他信，不是他相信是他真的内心相信。对对，那这个罗兰先生，你认为川普总统会离开白宫吗？你的声音听不到。这现在已经没有体面了，斗到这份还有什么体面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啊，我觉得还是麻烦您重新讲一下你的话，刚才没听见。啊，我觉得川普先生会很体面的走出白宫，前提是他认为他应该穷尽的。这个司法途径或者他进的这个政治努力全部都做到的话，他会很对，因为他最终会确认到在司法官司打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他的政治斗争都进入到完结的时候，他对他的选民支持他的人都已经有所交代了，那么他会很体面的走出白宫。OK， 这是我相信。我们非常日期川普总统体面的离开白宫。我们现在讨论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李洪基先生，你对现在拜登的这个团队啊有什么样的评价？现在已经有一些风声出来了，比如说女性有色人种在他整个的内阁成员里面占50%，甚至要超过50%。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个内阁成员，尤其是他的财政部长？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位女性和一位黑人已经成为了候选人，但是不管是谁。都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教授，也就是说他试图走一个比较温和的财政路线，是不是这样？应该是在财政啊，先说这个财政这部分，因为 Elizabeth Warren 呢，如果要是做了这个 Treasury Secretary， 那简直这个华尔街都会疯了。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呢，这个。奥巴马上台了以后呢，就任命 Elizabeth Warren 作为叫做金融服务叫什么监管局，他作为那个局的负责人。结果呢，他把这个华尔街，因为当时华尔街整个倒了，从那个 Lehman Brothers 那时候开始，结果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整肃，结果整肃到后来呢，这个把所有的华尔街的衍生产品几乎全部销掉了，所以华尔街这些大佬们最恨他。那好不容易他离开了，最后去竞选了这个参议员，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不相信呢，说这个周拜登会糊涂到这份儿上。如果要是他要这么做的话，美国的金融创新就几乎就要停顿了。所以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在呢，都在说哈，现在呢，这个下一步呢，如果要是这个周拜登呢，现在呢要做这个新任命内阁这一块儿，现在大家都原来呢都希望呢，尽快的能够看到谁在哪。但是目前看呢，好像是他呢还是很慢的，在一点点在甄别。另外呢，他总是在放出这种风，反正我是不喜欢这种话，说我要多少女性啊，多少这个其他族裔啊，这个东西呢都是正确的反应，而不是呢说我就是这个人很能干，这个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这点呢，或者我平衡这个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这个都可以，但是呢他好像就追求的好像都形式上的东西。但是目前来说呢，我刚看的那个就是那个叫 The Hill Capitol Hill 那个杂志啊，现在在有一篇文章在专门讲的，说这个 Joe Biden 呢，现在目前来说他在 focus 这个 West Wing， 就是西厅这一块。西厅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这个发言人，还有副发言人，然后呢是这个办公室主任和这个副办公室主任，还有这个 community director， 这个公共联系的这个 director， 所以这一块呢，现在是他最近呢在比较聚焦的。另外呢，最近呢，这个说到他的这个叫做 secretary of state department， 就是国务卿这一块，现在比较大的呼声比较高的就是 Blinken 呢是对布副国务卿。对，原来在奥巴马的时候做过副国务卿，现在呢是 Joe Biden 的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在竞选当中外交事务他主要是 in charge，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现在在做的这个，他现在因为他从奥巴马时代那个他退出来了以后，他自己呢就开始跟别人一块儿做生意，在做咨询公司，结果这个他的合伙人叫米绍弗朗诺伊，这个人呢是原来呢做过这个国防部副部长，现在都在说他有可能会做国防部部长，这个是个女的，所以呢他、女性，对、啊、这两个呢是两个他的主要的这个战略设计者在后续啊，而且呢现在呢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都不是从这个几个大智库里待着，他们都是自己出来，然后在外头自己在做的，而且他们两个是 partner。这一点很有意思，就像上一届呢，这个 Donald Trump 任命的这个国防部部长，第一任的国防部部长啊，那个叫哎，就在这边上，马蒂斯，Mattis， 对 ，Mac Mattis， 这个 Mattis 呢，后来就被认为呢，实际上是 Trump 在外交和军事上主体战略的设计，就是最开始的那段，印太战略。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原来的同事和手下呢，海军陆战队出来的，他的手下呢，比如说在白宫的这个幕僚长 John Kelly， 还有呢，在那个原来的接替的那个 Mike Flynn 的那个叫做 HR Master，那个全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所以呢，就是他的那个思想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出来的。所以如果说这个 Flinken和这个 Flournoy 这两个人，如果是确实是被任命为这个国务卿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的话呢，那可能呢他们会变成、国务卿还有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那个女性纳斯，但是纳斯的问题就是被共和党接受的程度比较低啊，是因为呢，但是呢，他那个 Reese 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人呢，他呢有一次跟着这个奥巴马到北京，在北京呢跟这个习近平呢那有一次会面的时候呢，他呢是当时忘了他的包在那个车里，他就返回去拿完了以后，拿着包再追过来去追奥巴马，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中南海保镖上来就把他给摁在那儿了，摁在那儿，他就使劲的在那儿争，说你怎么敢摁我？你怎么敢摁我？后来就这时候奥巴马看见了，奥巴马赶紧回过头来说你怎么弄我的这个国家？当时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想这么大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官员，结果呢被中南海保镖给摁在那儿了。
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副助理，不是不是，是正的，是正的，哦，是吗？对，所以呢，这一点很有意思，对，这点很有意思，他就像现在的那个伯明似的，伯明也是当年他做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这个记者的时候，被国宝弄去还酷刑了一把。所以他当然没有酷刑，就打了一下，打一下。按美国的标准算酷刑吗？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呢，他变成了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所以这个如果这些人要回来的话，你想他们对这种这个有这种酷刑、有暴政的这种那个心态，肯定是很难平衡的。所以现在看得下。这么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个看点，我觉得像那个一个呢是叫那个叫 Sanders 呢，现在呢很有可能说是要他想要劳工部长，对，但是现在呢就是看这回是 Joe Biden 是怎么能平衡的，他在那个最后乔巴顿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老老实在参与逮到，因为他对付那个老贼啊，你们不能离开，知道吧？但是这个 Sanders 在参议院里头一个朋友都没有，连那个 Clinton 那个 Hillary Clinton 都说，你看看他几十年在这个国会山，他有一个朋友吗？最后这个 Sanders 都说了半天，他说的非常愤恨，最后他就没举出来一个朋友。那记者就问他，你举出一个人来，最后他举不出来，他没有一个朋友。这样的这个参议员，你说怎么在国会山形成法律对付老贼？很难的，我觉得，所以他肯定 Mitch McConnell 可不白给 Mitch McConnell 不说话，他底下全是他朋友，对吧？这就是不一样了嘛。所以我觉得拜登都是他朋友，对，拜登都是他朋友。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什么原来的竞选的那个什么叫 Peter 就是印第安纳州的，那么他的职务也有可能去联合国，也有可能是，但是他毫无疑问会在内阁成员里面会占一个重要位置，没错啊，要不就是退伍军人部部长啊，也是可以的，对，没错。哎，我看你很了解嘛，洪青，你毕竟接受这个接近这个华盛顿 DC 嘛，没有没有，我也是看啊，这个跟我了解的情况很接近了。啊，不过呢，我要这个评定一下你讲到的女性和有色人种的问题，啊，现在的女性就应该占有半边天啊，已经就是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啊，因为她的竞选团队的经理都是女性了，迪能，现在是副幕僚长嘛，对不对？啊，她的副总统都是女性了，所以女性上升是必然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在美国的人口已经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啊。所以呢，这次不仅是为了平衡，比如说他的财政部长，就是当过这个原来的联储会副主席那个黑人呐，啊，那么他也是非常有丰富经验的，啊，我不认为这个拜登的团队里面啊，比川普总统的草台班子要差在哪个地方，他恰恰相反是传统的精英、传统的官僚，有非常完美的这个精神的过程。哎，川普总统完全没有，他连国务卿、国防部长他都不认识，甚至他的国务卿都是他的对手。对吧？对啊，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和平老师刚才讲的，不要叫老师，叫老师是骂人的。OK， 如果川普总统能够把他的政治对手来拿过来重用，能够把他的这个亲人也拿过来用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的话，唯才是用，我觉得对美国的政治。哎呀，那是鲁先生，你太美化了，他是根本不认识人。啊，他根本没有班子。这一次的川普总统的上台，标示到美国的政治素人的时代一直不复返了。美国怎么能会有一个政治素人，什么都不懂，而且是一个，我省略号啊，不讲了，因为我们还是听陶杰先生呢，他是怎么评价的？他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有批评，而且对这个港台的粉丝啊，都有一种愤慨。他说我们粉又怎么样呢？因为现在香港和台湾有很多这种啊川粉 ，OK， 他没说自己是川粉，但是他很明显也是支持川普总统的。OK，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陶杰先生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们在美国啊，看这个美国新闻呐、啊，同样的新闻，美国人看的完全截然不一样，分出了所谓的川粉和黑川。啊，我们做媒体人呢，左右摇摆，两边的意见都要听一听。那么我知道陶杰先生跟我一样的，我们是存在的是媒体人，
媒体人我们经常有时候是看这个对，有时候是看这个错。那我不知道陶先生最近看到美国的大选是人力物力还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哎呀，美国大选这一届是我这个这几十年看到最不清楚的，最混沌的。你也知道啊，因为首先这个主流媒体啊，我想啊，我这上来这两个星期也说过啊，有欠这个基本的这个操守。比方讲这个川普讲话，你把他拦腰给砍掉，是不是 啊那你看这个 CNN 最近好像这个名望不是太高啊，那个主流媒，我早说，我说你这主流媒体你怕川普干嘛啊？你说他这个发疯，你就让他人来疯算了呗，反正他在台上还这么才剩下一个多月，是吧？哎呀，你香港人喜欢热闹，香港人喜欢热闹，美国人喜欢政治正确，你知道吗？他认为川普提供的是错误消息，他把他掐断。那你怎么知道他错误？什么叫政治正确？啊，谁来判断政治正确不正确？啊，我们只看的这个事实是不是正确？只要是事实是真的。啊，那就应该让他讲。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是吧？那今天呢、啊？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传媒啊，这个状况好像一塌糊涂，我们都不能够啊说相信谁。首先，这个推特是不能相信，这个不算媒体吧？这社交平台，这不算啊，社交平台乱七八糟的啊。那么还有些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福克斯也是左摇右摆，是吧？一会儿呢就是挺这个川普，一会儿看见一形势不对啊，就是说好像有点像傅作义这么样的啊，共军来了包围了，他就在里头开城门了啊。平时的这个反共啊嘴巴很硬，是吧？啊，对呀，所以呢，哎，没办法。星期四的时候啊，福克斯的第一名嘴卡尔森，他做一个节目，本来是一直是支持川普的，第一号川普支持川普大将，然后他就质疑这个川普的团队里面的律师鲍威尔啊，鲍威尔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啊，你都拿出证据出来。现在打官司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消息，说是这个欺诈那个欺诈，但是真到法庭上的时候一个都拿不出来，所以现在的官司基本都输光了，输光了，你知道吗？哎，据说是不是手上真的有东西，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抛出来的，会不会呢？我认为据说这个，我认为所谓的东西就是跟这个班人的那个硬碟一样的啊，完全是想象的或者是捏造的。那因为美国的选举涉及到一亿多人的选举啊，他怎会有这样那样的披露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啊突然没有把他票给算计上去，或者有些地方有废的票，但是这个几率在一亿多人里面是微乎其微的，在任何国家选举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包括台湾也一样的，这些东西都叫可以省略的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欺诈。所谓讲欺诈，就是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你们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组织系统性的欺诈，这个证据到现在为止一个都没有。那怎么会川普的得票有7300万，那么拜登呢也有将近8000万，加起来超过1亿5000万，这是不是有一点天方夜谭呢？因为这整个选民登记啊才1亿5000万，怎么会后来弄出这个总数啊、哦、是100%、哦、这样的情况。对，这些情况啊，就是说如果您真看数字来讲，您会吃一惊，哎，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实际上你登记选民啊未必引领去投票，投票未必引领是登记选民。这个里面它有时候呢它有数字的差距。美国的选举它已经200多年了，每一次选举的时候两党都在场，就是既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无论是投票这个票的管理到这个计票都是有两党的观察员，而且是每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组织起来的，它不是说全国一起来算票你喊你搞鬼，它是全国每一个镇，每一个镇有好多点，
所以你要造成这个规模性的招标，这几率来讲几乎没有可能性啊。所以几百年以来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发生。现在的传说的很多的说法都是不对的，什么软件出问题啦，软件确实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地方后来发现是没有升级，把它升级了啊，如此而已啊，并不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给拜登造假，也不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给川普造假。所以川普在讲所有的言论的时候，推特或者是社交媒体都会跟他标注一个，这是错误的消息啊，错误的消息。那么我最近听说这个美军呢，在德国的啊这么一个中情局的办公室，把他弄走了一个 Dominion 的这个电脑的伺服器，这个事情承受捏造，证实了没有？对啊，我跟你讲，如果社交上面的传闻是证据的话，那你在法庭上要展示出来，对不对？因为法庭需要的是证据。现在朱利安尼包围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手里没有证据，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整个政治形势只剩下了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川普星期五接见明西根的共和党议员，希望他们呢能够干脆就不要把以前的认证那个抛弃掉，直接支持川普当了总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唯一的一个途径呢，现在是，您说怎么可能呢？对吧？据说到了这个12月14号，会有选举人不敢投啊，会不会这样啊？有选举人不敢投啊？如果选举人不敢投的结果，你把水已经搅混了，把水已经现在都搅混了，搅混了也选举人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可能也将信将疑啊，什么什么软件啊Dominion 的这个，你叫他十几个人把他吹到前线啊，他这个两腿直打哆嗦，因为这个票投下去会改变历史，所以干脆就我弃权了，不投了、啊、这样有没有可能呢？啊，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一旦产生，就会第一会产生宪政危机，是啊、第二个就会使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们，他们如果投票不遵循这个选民的投票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在那个州就完蛋了。你比如说在宾州，如果宾州的共和党议员我们就不投这个拜登了，我们就投给川普，那你以后共和党在宾州要不要混呢？明西根的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明西根那个地方有两个啊，这个共和党的啊这个投票人，他们开始不想认证。后来好不容易说认证了，认证完了以后，川普跟他打电话，打完电话他们说我又不认证了啊，我不想投给这个拜登了啊，那你这个就是要命了。但是这个事情在目前看起来改变不了局面，一般认为是川普总统利用这个时间来争取自己更多的空间。第一，赶紧捐钱，因为川普欠太多的钱了。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身价，要跟拜登谈判啊。但是拜登现在呢，好像摆出一个姿态出来很高，有一点像马英九啊。马英九当年带阿扁的时候就使了很阴的一招，哎，你们说要追究阿扁，我不表态，对吧？你由司法去决定。现在拜登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啊，他说我不要特别去追究这个川普啊，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第一疫情，第二经济，第三气候变化，第四呢是要搞好种族关系。川普的事情根本不在他的这个啊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他也不去影响说司法部长如果上来要查这个拜登的话啊，不查川普的话，他也觉得啊那是司法部的事情。昨天美国纽约这边的媒体报道，不但川普本人面临都刑事和民事的诉讼追究，这是纽约州啊，包括他的宝贝女儿伊万卡也在其类了。所以一般我个人认为，为了对川普采取的方式，除非他在1月20号之前拿到台水，否则的话，为了就是陈水扁模式啊，跳一下喊一下叫一下，然后我们后面就进监牢，很难避免。现在目前看起来，川普是把自己走向了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说他不认输。你说这人难不难？您能不能理解一下川普他怎么办？哦，川普呀，最最
大的底气，就是说他有7300万人支持他，对，超过7000万人支持他，所以这历史上第二高，这个他非常的牛逼。我们香港啊，这个总人口把这个小孩、老人呢、残疾人士算进去，才730万人。嗯，那么这一次等于是10个香港加起来男女老少，啊，是他的这个班底，所以他非常的有底气。为什么呢？嗯，而且你别忘了，他这一次是给那个共和党啊拉回了不少的这个黑人票。拉丁裔像古巴移民啊，嗯，还有这些基层的同性恋的都有所增加，嗯，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共和党呢的江山呢，本来这个共和党的江山就年轻人比较少啊，黑人少数族裔比较少啊，啊，本来他们怕老化啦，啊，又是白人为主的，这一次川普啊，啊。你不要说他是民粹，他就把你这个参议院呢也增加了，众议院到目前为止啊也没少，是不是？所以呢，他只要他就像毛泽东对共产党说的，你要是不服从我，我大不了就上井冈山再打游击。毛泽东就等于共产党，共产党呢，啊，只有一个王，就是毛泽东。今天这个川普呢就有这个底气，嗯啊，什么7000人大会，你们要他退居二线是不是啊你们这些什么刘少奇啊，什么彭德怀啊，啊，又出来搞他是不是？他说大不了啊，我就上井冈山打游击。所以川普现在已经集结了整个共和党，别人干不出来他干得出来，他就说老子啊，我认输了，明年1月20号以后，川普就说我另外在外面弄一个川普党，这里头7000万人呢，里头我看总有至少一半呢，啊，会支持川普。那你共和党剩下多少？共和党剩下不了多少，是吧？好了，我们再看民主党。民主党呢，在你眼中看，这个拜登好像老神在在，但是其实他是个显于非常空前的弱势啊，他不知道怎么办。黑命贵的那个创始人竟然呢跟他逼宫啊，说我要见你。黑人的命也是命啊，对啊，黑人命也是命，黑命贵安提法这帮人，就在我的眼中好像这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帮人呢不只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而是什么蒯大富、戚本禹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关峰、王力516兵团。现在这个516兵团呢居然要跟毛主席喊话，说要权，要上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毛主席岂是你那么容易见的，是不是？当然拜登并不是毛泽东。但是你现在啊，这个大卫还没有正式登，你这极左的势力再加上这个四人帮那个什么 AOC 啊，那个叫什么啊，科格格，哎呀，那个名字长不拉几的，叫 AOC， 就是 Alexandria 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Ocasio Cortez， 里面有一个中文名字的，是不是叫 O 什么欧塞欧卡塞，欧卡塞也在那奔跳，他才30多岁，红卫兵小将，啊，几时轮到你说话，啊，这些这个四人帮啊，这个在这个民主党里头啊，代表这个极左的余孽，他们认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民主党将来的前途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所以你拜登，你竞选的时候，你别忘了你这老头啊，我们看你并不是特别顺眼，只不过是看特朗普特别不顺眼，所以呢，我们把你抬上去，你现在得要在政策在班底里头
要有我们的人，有我们的政策啊。这是我们呢，在美国以外看的这个媒体，我们不知道这极左的这两股黑势力有多大的能耐，但是他们占据了这个媒体的视像的镜头。这种就是极左的喧哗，是不是？他们坐上了这个顺风车，啊，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历史的火车头，你拜登这个老头，你才坐了我们的顺风车。而且这个黑命贵，就是说，就凭我们这黑人弟兄在前线给你们拼打，啊，打砸抢，啊，我们至少给你们呢感召了6000万票民主党的，所以你现在要还债。所以啊，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拜登1星期以前不是说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们不是敌人。啊，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个话是对党内的这些极左的红卫兵的势力喊的，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看民主党啊，在长远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团结，其实已经出现了若干的裂痕，啊，因为美国东岸、西岸这些不守本分的，这种要堕胎的、吸毒的。啊，失业的啊，跟你伸手要钱的势力是太大。为什么说太大呢？今天这个民主党，你看这个伊丽莎白，我这个沃伦，还有这个桑德斯，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上次我跟你听过的，这个叫安德鲁杨，这个是台湾华人的后代，居然提出全国3亿人口成年每人发1000块美金，这种是非常极端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思想。现在这股呼声拧成了一股气候。以前呢，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杂音，都是在啊旁边的。现在呢，慢慢成了个气候。所以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建制派都遇上了麻烦。所以川普看准了这一点。啊，他下台也闹，不下台也闹，把你造成一个非常浓厚的气氛。所以真正的好戏对于川普来说是在后头。要我看，这老先生如果今年74岁身体还行，倒不如现在就暂时退居二线，把身体健康给养好。反正他手上已经有7000多万票。这个就是他的工农群众，哎，他跟毛泽东完全一样，农村包围城市，用的都是工农兵群众，这个啊苦大仇深的啊，这个美国的农民是不是？啊，在他眼中，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全是臭老九，他就是要打井冈山打游击的。所以呢，要是川普啊，他应该现在学学毛主席的这个故事啊，大不了就上井冈山打游击啊。现在你未来这4年啊，我看呢，就像毛泽东62年以后搬到杭州滴水洞啊，去休养一下，看看书，最重要看看书啊，然后呢抽两口烟啊，对着这个西湖啊啊长长的呼出一口烟，然后显露历史的沉思，然后这位伟大的巨人4年之后找到一个林彪什么的啊，从卷土重来，这个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川粉呢 啊香港大量的川粉呢在这给他打气，是不是啊？香港台湾好像都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是吧？哎，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样说一下。当然啦，像你们这种何总啊，像你是不是有知识的中产阶级在眼中啊，跟这些美国的白人啊，香港的川粉是很可笑的，好像说你们不应该支持川普，因为这会让美国的这个有识之士见笑。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外面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他们有发言权，是不是啊，香港的川粉、台湾的川粉不必怕表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共产党员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非共产党员更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可以说
香港人下一代不了解美国政治，所以他们乱胡乱支持这个川普。哎，你们这样乱支持会让美国的有识之士见笑。但是我想请教一下，1947年48年的时候，杜鲁门、马歇尔、费正清、史迪威，还有他们这些什么黎敦白，这些美国的白左也一个劲的支持毛泽东，觉得不是说支持毛泽东了，就比较喜欢毛泽东，觉得这个延安的共产党啊，他们其实是议会民主派，蒋介石不行的，腐朽的，代表没落的，我们应该给毛泽东一个机会，支持毛泽东出来啊，来改变这个中国。那个时候隔一个太平洋，我请问费正清有没有了解中国的历史跟政治。但是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有识之士像梁实秋、傅斯年、胡适啊，哪一个不是面对这种费正清说看好毛泽东，看瘪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是希望，认为蒋介石是反动这个腐朽，这种浅见，胡适、傅斯年照样嗤之以鼻，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你有权利，他没有，你杜鲁门手上有权利，我们胡适、傅斯年没有啊，所以这个一样，我们不要有那种民族自卑感。你们美国白左怎么舔这个拜登是你的事儿啊，香港台湾的人就是支持川普，对不对啊？如果怕被这个美国白左嘲笑，我想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啊。为什么你杜鲁门、马歇尔那个时候不怕被胡适啊、傅斯年嘲笑，不是一样嘲笑你吗？是不是啊？好像啊，你懂吗？好像美国的媒体没有注意到港台了这回事，没有，没有，没有就好了啊，没有。港台其实不重要，说实在的，有港台的这些这些其实中国人把自己的意见看得太重要。嗯，其实美国人，美国就是选票，美国就是两票，第一选票，第二钞票，你不给我钞票，不给我选票，我关心你干什么？哎，我因为呢，确实我这两个月就看见香港的洋人，香港的洋人对香港年轻人捧川普啊，觉得莫名其妙。嗯，十个洋人九个半都讨厌川普，很奇怪，尤其是香港谋生。为什么？因为川普主张啊跟中国脱钩嘛。啊，这几十万洋人在香港干嘛？啊，不是说对中国人民有感情啊，是因为奥巴马、克林顿的对华交往政策有钱可赚，所以他们才到香港来。那你川普要拆桥，以后他们怎么在香港待得下去？出于这样，说明他们反川普，所以他们看见香港年轻人怎么这么挺川普，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无知愚蠢。所以呢，说来说去也不是个左右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没有左跟右啊，本质上左也好右也好，也就是一个钱字。马克思不叫资本论，资本什么叫资本？钞票就是资本，是不是？你不要说毛，你不要以为马克思口口声声呢、啊，他很同情啊，支持什么无产阶级 啊不是，资本论的本质就是说钱在哪啊，是该放你的口袋还是我的口袋。所谓马克思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矛盾，保守主义的矛盾就是在这。所以我认为香港人如果是支持川普，不用自卑，这当中没有对或者没有错啊，香港人看到眼中的川普是反共也不无所谓。因为朱光潜有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啊。我们看见黄山那个迎客松，朱光潜说从画家的眼中就看这个迎客松啊，这个美态，这个木材商人的眼中就看这个松树能够砍下来卖多少钱，在这个植物家的眼中这个松树啊，有没有病，或者长得它这个形态是不是正常。同样看一棵古松啊，三种职业就有三个角度。同样全世界人看川普有跟你美国白左黑命贵不同的这个角度，是不是？
啊，不能够说让你美国白左就垄断对川普的仇恨，你仇恨川普，我也跟着你仇恨，没门，这就是啊，这个民族的平等，是不是？啊，我们的对川普的看法跟观点不能够成为美国白左的殖民地，是不是？有人说，哎，你们这个香港人挺川普，因为川普反共啊，啊，你别一厢情愿了。啊，其实川普是个生意人呐、啊，啊，他骗了你们了，是不是？那骗就骗呗。很多香港人觉得啊，我，川普骗我不要紧了，庞贝奥没骗就行了。庞贝奥来呀、啊，把他搞成这个什么围堵啊，那他来跳得宽了、啊，对不对？有的人是这个是支持这个彭斯啊，啊，觉得他活成这个六十岁还这么帅啊，啊，对老婆忠心啊。我看见很多香港中年女人呢、啊。就说如果我有一票我投川普啊，我并不是说用川普，我是用副总统彭斯，因为他六十岁还长得帅，六十岁他对老婆好啊，这行不行？这不就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吗？是不是、啊、对不对？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拜登是不能选的，为什么？他加税啊，所以这里头没有反共不反共的这关系。我看我早说了，我早说了，我不喜欢拜登，也不是说不喜欢他这个人，我看得出这个民主党啊，这个里头有那种左毒啊，有那种白左啊，已经混进去了。这里头有意识形态的病毒，这个病毒对美国、对整个西方是很有害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在评论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我不能说我很熟悉，我是完全把中国的因素排除。说实在的，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醒过来说拜登上台更难缠。最新的发展是什么？奥巴马说话了。奥巴马说08年我刚上台、要不是遇到金融海啸，我早对中国经贸出手了。还有这个克林顿忽然也开口了，说中国近年就颠覆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哎，这两个人为什么一先一后在这个时候表这个态呢？啊，所以呢，这个拜登上台，我同意，将会比这个川普更难缠，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希望川普能连任，啊，因为呢，这个香港这个广东话里头有个俗话，做生不如做熟，你要是跟两个混蛋交手。你要跟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能够预知他下一步怎么干的那个混蛋，不要啊，跟一个皮笑肉不笑，是不是？啊，你就看过沙家浜吧？我认为拜登会不会是刁德一啊？啊，川普那个大嘴巴是胡总司令胡传魁，对不对啊？啊，你说胡传魁啊比较容易对付，还是刁德一啊？你去问问阿青嫂，是吧？啊。我讲这个几个人物，这个年轻的一代大陆出来就留学生看这个就他们就不懂了，不懂你们 Google 去看，你们 Google 自己 Google 去看，是不是？对，很难说的。这个，这个川普啊，现在有一篇文章啊，揭露这个内幕啊，讲这个拜登对川普的态度，认为就是因为民主党里面有一批激进派啊，要求收拾这个川普。但是拜登对这个事情不置可否，他甚至认为呢，他不考虑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是不是有一点类似于当年这个马英九对付阿炳一样的？是有一点啊，但是这个拜登现在他心里是什么盘算，心里没有人知道，啊，拜登呢是民主党里头的右翼，啊，是右翼，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他是个种族主义者，你别给他骗了。现在这些 AOC 他们懂的，看得出来的，你这个拜登在装糊涂的啊。其实你78岁，看你个人的历史啊，以前一些审判啊，在这个国会里头啊针对一个那个黑人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开口就是种族主义，就是那种偏见。最近竞选的时候，也就是说啊，那个黑人说我不支持你的话，哎，那你就不是黑人。把人家的肤色拿来说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拜登上台，我们就从这个革命的社会科学的规律的发展，他很快就会
被打成为投降派啊。现在这个梁山英雄牌作词，我看这个拜登会被打成召开召开啊，这个叫什么投降派嘛，是不是、啊、或者宋江是不是、啊、宋江啊，宋江是投降派，毛主席说了批水浒的时候，李逵是革命派啊，黑旋风啊，你看黑命贵不就李逵吗，是不是、啊、那你宋江啊也很暧昧啊，一直啊他对你这个对这个梁山伯啊啊这个造反啊有什么的态度啊，啊不是太鲜明的，是不是啊，反而这些什么啊浪子燕青啊，炮子头林冲啊，各个苦大仇深的什么黑旋风李逵啊，这个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啊，个个是逼上梁山啊。所以我们用水浒传的这个经验来看，现在这个忠义堂乌合之众还没有排好座次，你这个拜登越来越像宋江。嗯，好的，或者是啊，美国的大选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没完没了啊！原来因为11月3号了，现在看样子还没了，下个星期你还要继续向您请教。啊，